今天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很多人需要说看一下 VS 2015。那我今天也装了一个呢，因为我是不会编程的啊，然后但是基本的演示我可以做一下。为了看得清晰一点，我把那个屏幕的缩放比调一下。很多人说那个还是要看一下，键盘的输入。那我现在也演示一下。